另外的这个是22000。22000的话有一点断口啊，虽然是断口，但它是自然的断口，看到没有？自然的断口它就什么都没有漏，它重新长出了一层皮嘛。虽然是断口，但黑色这个也是石头的皮啦，这些都是皮啊，它看不到什么的，看得到了一点点。20000多的话也就随便买着切它嘛。有一点点水头，才22000啊，人民币100块，100多一点。但是他像这种来买原石的话，这个是50000。哎，各位大大们下午好，那个中医明哥下午好啊 ，YY 大下午好。这个的话纯粹是买皮壳啊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就是它的皮嘛，我感觉特别紧那种嘛。水头呢是没有的，这个没有什么水头啊，这个是没有水头的石头。它但是它皮子紧，然后我看着就完整啊，没有什么裂啊。而且这个的话是他们用水冲过了，就用水稍微的洗过一下的那种啊。这个的话不是说挖出来就是这样，挖出来了之后他们用水洗过，但他们没有用刷子刷过啊，只是用水洗过那种嘛，然后没有裂。贼豪哥下午好啊。这个50000的话就不用猜了，什么表现都没有，就是看个头。因为这个的话皮子很厚啊，什么表现都看不到的，它只是一个黑石头啊，不是木纳。这个的话，哎呦，这个的话是一个断口。然后断口的地方也是有表现，这个也可以抠吗？这边皮子还是非常紧的，然后这边没有看到什么。这边的话它就那种嘛，没有看到水头啊，感觉它有薄薄的一层皮啊，这种一个的都还没有卖的。直接一起卖算了，或者分成两个人。2、4、5、5万、7万。分成两个人，让两个人扣到就行了啊，各位大大们。7万的这个，3万的就是10万，5万就是10万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还有2个2万的，2个2万的，2个2万的放在这边算了。这边14万，这边10万。喜欢10万的这边的话可以扣1啊，然后喜欢14万这边可以扣2。
全部要了。这边10万的话可以，没有啊，做两次卖串了。那个子豪哥，喜欢十万的可以扣一啊，喜欢14万的可以扣二。我去，被飞五哥扣了啊！不知道是不是延迟还是什么原因，免币啊！飞五哥先说了嘛，他全要啊。我会连续来收好几天的，今天的话就先给那个飞五哥，因为飞五哥先扣嘛。有多重的话，这个2公斤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6-7公斤应该有。我说好几次，没有啊。上面的话，飞五哥先说的，卖的又有一点混了，这个。各位大大们啊，要么刚刚的话有些人他说不清楚嘛，刚刚有些的话他说不清楚啊，所以有些人还没来得及扣啊。那个飞五哥，没事啊，各位大大们，明天还有的扣。今天的话先给飞五哥，那个宋哥，宋哥的话你扣的那里你是在第二个，你说全要了，那个是在飞五哥下面的，上面确实是飞五哥先说。分一半啊。那个 VL 大明天还可以扣啊，今天的话就先已经被那个飞五哥扣嘛。刚刚我说喜欢10万的可以扣一，然后喜欢14万可以扣二嘛，然后是飞五哥先扣了，前面的我倒不算啊，但是刚刚我说了第一遍也没有人扣，然后第二遍的时候飞五哥才扣的。那飞五哥要不重新扣一次啊，飞五哥，飞五哥说让他们嘛，因为刚刚扣的确实有一点草率了，感觉有些大大还没反应过来，被拼了吧。这个是白皮的啊，白皮的就不买了，接住。要不重新准备一下，然后我定时间，时间过后才扣串了，先扣10万的啊，那就对，10万的话合人民币600块两个，然后这边的话14万的话合人民币多少？800四个啊，但是先扣这个10万的，等一下，那就定时间算了。10秒过后，我打那个符号过后才扣啊，然后我会打一个虚线出来，像之前
抢福利那种啊，各位大大们，就是十秒过后才可以扣啊。然后现在的话刚开始啊，谁先扣一这个十万的就给谁啊，但是现在先不算啊，十秒过后才扣啊，各位大大们准备啊，十秒过后谁先扣一就是谁的十万，这个这次的话就没得话说了啊，各位大大们，十秒过后了，我才刚把这个虚线发出去啊，免币十万啊，各位大大们，谁先扣一这个十万，这个就是谁的。好的啊，各位大大们，第一个扣的已经出来了，是明正哥先扣的这个。然后 KY 大第二个，陈勋哥第三个。各位大大们看一下，现在开始。我才刚把这个虚线发出去啊。我把这个虚线发出去了嘛。各位大大们，谁先扣一这个十万，这个就是谁的。看到没有？然后明正哥是第一个啊。明正哥第一个扣 ，KY 大第二个，陈勋哥第三个了。是明正哥先扣的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算公平了吧，各位大大们，刚刚的话是没有些大大没有反应过来啊，就先扣了，没事啊，各位大大们，以后每明天后天都会有，只是说一天的话有可能收到几个，也有可能收只收到一两个这样。十万的话这个就是600块，好的，还有14万，这个14万这个的话也是像刚刚一样，先数十秒啊，十秒过后，然后我打虚线拍视频，到时是谁的就是谁的。